为了庆祝全球超过4亿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加拿大多个地区都举行了游行和集会活动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共对海外的渗透，希望通过和平理性的方式解体中共。加拿大退党服务中心在多伦多市中心举办大型游行，庆祝全球4亿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。要想这个拯救中国，要想使中国有个自由民主的社会，那么这个中共就必须得结束。I think it's pretty significant, even for a Westerner like myself. 更多的民众通过三腿义工的讲真相，了解了中共的本质，并签名表示支持解体中共。人是不轻易发誓的，你就是入党入队的时候，小孩戴红领巾的时候，共产党都告诉你呀，你要宣誓，你要为共产主义献出生命，把生命交给党。It's incredibly oppressive, and diminishes people's individual rights and their ability to kind of thrive. 同时，渥太华、温哥华、埃德蒙顿等各大城市都在举行类似的活动。参与者们呼吁更多民众远离中共的毒害，通过三退的方式来帮助解体中共。呼吁民众来反对他，来支持中共在加拿大的渗透，然后在国际社会渗透，在中国的那个统治。We were just enjoying the vibes and the drums and you know dancing along, supporting the cause.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王婉晴、林夕、舒灿，加拿大报道。